咱们接下来再来去说的一点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说的就是关于单元测试的这个东西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单元测试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不仅仅在 Flask 当中具有，我们只要做 Python 开发的话，通常情况下都有可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单元测试。那这个单元测试指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咱们得先来去说这个测试的东西了。一个整个的完整的开发来说的话，是不是分为几个阶段呀？你先去进行需求分析，分析完成之后的话，你把这个需求定下来的话，根据对应的需求呢去进行设计，你包括相当于进行的这个结构设计啊、架构设计啊，或者数据库设计。设计完成之后的话，再跟你所搭建出来这个结构呢去进行相关的实现，你把代码写出来，写完成之后的话，最终在上线之前，我是把它经过测试才能去完成呀。所以要经历过这么几个阶段。那在这个测试的时候呢，还要分为几种情况。分为哪几种情况呢？分为相当于我们程序员的自己测试，还有呢相当于对集成测试以及整个的测试。那当前的这个程序员自己测的这个东西怎么去理解呢？首先你去想，我们所写出来的每一段视图，就比如说你写出来这样的算视图，最终到底是不是你的预期结果的话，我们当然之前做的话，是不是通通的都把它放到浏览器去做了？在浏览器里面，咱们去访问一下页面，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预期结果吧，对吧？这就代表的是程序员的自测已经是某种程序测试了。那如果说你写出来的这个东西不是网络接口，不是后端接口，而是其他的行为呢？你比如说你可能定一个类，可能定义了一个函数，那可能定义了模块，这些呢通通都是你写出来的代码。你在最终提交之前呢，必须一定要自己测试一下你的写的代码有没有出现问题，没有出现问题的话你才能够进行提交呢。这就相当于我们要频繁的进行这样测试工作。这个测试工作的话是我们自己去做的，我们自己把小的代码测试完成之后才能提交之后的话才能够去进行一下集成，你跟别人写的代码整合到一起，然后呢再由测试人员进行统一的测试，这是这样的环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自己进行测试的时候的话，你可能怎么进行测试呢？是不是相当于我的函数怎么去写我就怎么进行调用，然后看一下最终结果是不是我预期的结果啊，对吧？再或者说这个里面我写出了一个视图函数，那我就在浏览器当中访问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我要的页面，或者说是不是返回出来的我对应的这个结果信息了。如果是，那代表我写的代码没有问题，如果不是，代表出现了问题了。那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情况，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函数来说吧，你比如说你可能定义了一个函数，你在定义这个函数的时候呢，这个函数可能说是最终被别人去使用的，你在被别人去使用的时候呢，你就相当了，我让别人去调用的时候呢，你得给我传两参数，一个是 A 一个是 B， 然后呢不论我在这个函数里面代码怎么去写，我最终会给你返回出来一个结果值，会给你返回一个结果值。那你这时候在相当于去说的时候，这段里面代码是我去写的，别人去用的时候呢，他只要知道我函数的名字，知道怎么给我传参数，知道我会给他返回什么值，是不是就可以了？那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也是按照这样相同逻辑，我就去调用这个函数，我给他传这样的一个参数值，最终去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我预期的结果，如果是，代表我这段代码没写错，如果不是，就代表我这段代码写错了，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测试。然后在进行测试的时候，你发现这种测试的过程不是只测试一次，原因在于哪呢？原因就在于通常情况下你所写的这样的一个接口函数，一旦定义完成之后，很有可能在后面的工作当中对应的函数的传入参数可能不变，最终函数的返回值也可能不变，变的是在哪呢？是之前你写的这段代码当中可能出现了 bug，如果有可能也没出现 bug， 没出现 bug 的话，你还可能进行过相对应的优化了，就相当于你在实现的这一部分代码当中进行了调整，但是对应的传入跟传出的部分不做，没有变化，传入传出没有变化，相当于使用的人员也就没有变化了。那你现在来看一下，那我对应的测试还需要去，那些测试的案例还需要进行改变吗？不需要改变了吧？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相当于怎么去理解呢？你这一段函数定义完成之后，那它必须要传入两个参数，这是我所定义好的，还会有最终一个返回值，所以呢我在这个返回值的话就最终由代码来去决定了。那我在进行自己测试的时候呢，咱们怎么测试呢？
我就要按照我就自己去仿照函数的调用方式，我给它传入一传入二，那是传入一跟二呢是我去仿造的数据，我造出来的数据，我就把这个数据给你传到这里面来，然后呢让你这个函数进行执行，执行之后的话我看一下最终这个返回值，这个 RET 的结果值是不是我预期的结果，如果是那就代表我当前的这段代码没有写错，它是正确的，能够正确运行。如果我发现这个 RET 结果不是我预期的结果，跟这个一二配对不上，并不是我预期的结果，那肯定意味着你的代码是不是写错了呀，对吧？我们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测试？那你现在刚才我们说了，这种测试的行为的话，可能不是只发生一次，原因在于哪呢？原因在于我所写出来这个函数，很有可能日后的阶段的话，我的定义的这个参数、个数和类型不变，我返回值也不变，仅仅是把当中的这个实现的过程，代码我可能进行了一下优化，把 bug 去进行解决了。那我也就意味着说，我每次去调整中间的这段函数体的时候，我最终调整完成之后，我是不是都得进行一下自测呀？看一下我新修改的代码有没有改出错吧？这要进行这样测试。那你就发现了，我仅仅改的是中间，而对于这参数跟返回值都没有去做。那也就意味着说，我最终改完成之后，我的测试的这样的这种场景，这样一种测试的案例，我造出来这样的测试的数据一跟二，我给它传进去，返回值是不是应该还得按照我这样一开始的那种逻辑进行判断呀？就相当于我们说，你底下这第23行呢，就是我们在进行测试的时候一个测试的用例了。我造出来这么一种逻辑，这么一种场景，专门去测试上面的代码，看一下有没有出错。所以就相当于你无论里面的代码怎么去变，你很有可能整段逻辑是不会变的。整段逻辑不会变，那我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测试的这种用例，这种造的数据可能就不会变。那造的数据不会变的话，就相当于我整个测试的行为，那段逻辑也就不会变了。所以就相当于你的一个函数写完成之后，或者某一段逻辑写完成之后，你整个对应于它的测试的那段逻辑可能都不会变，而且会被频繁的按照相同的模式来进行测试。那你说如果这时候还是我们每次进行测试的话都重新再写一遍代码，是不是很麻烦的？所以就相当于能不能把这些测试的过程给记录下来，形成一段程序，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只要去修改了上面函数的代码，我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就拿我之前所做的那种测试的逻辑再给它重新跑一遍，看一下能不能还是我要的结果。如果是我要的结果的话，代表我没有改错，如果不是的话，就代表我改错了。所以就相当于有了这么一种需求，我们想把我们在进行测试某段逻辑的时候那个结果那种行为，我给它形成出来放出来。那这种行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单元测试了。你把测试的整个结果呢，整个行为给它记录下来，形成一段程序。好，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单元测试。那接下来的话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在去写程序的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你自己要用到单元测试，很有可能也有公司当中要求你别人写好一个案例之后，你把单元测试给写出来，去测试人家的代码有没有出现问题。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